好細噶，應該係啲小學生。就轉去第二個場地玩啦。咁咧今日咧佢哋帶我嚟呢一間叫做 Speedway Raceway。咁咧就平時見開咧就覺得好奇怪，好似係整車嘅。咁咧原來呢一個咧係我嚟玩啲高卡車。咁咧我都好耐冇玩過啦。咁我哋咧今日就去玩啦。因為咧呢啲咧係要多人玩先好玩。如果一條友或者同老公玩咧，就變咗就唔係咁好玩咯。好啦，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去啦！好长啊，好威力啊！哦，好吸引啊！好啦，同大家讲下啦，咁最后我哋几个咧都系每人俾59蚊，咁就玩四 round， 咁每一 round 咧其实都好多下噶啦，其实都唔知玩咗几多个圈，咁视乎你揸几快啦。咁咧就斧头咧大概都系39蚊两个人嘅，咁但系咧就只可以租两个斧头，咁如果你三个人玩咧就要俾40几蚊噶啦。咁我咧呢度都有 mini car 系专系俾小朋友玩嘅。唔知系咪俾 B B 仔玩啊？好细噶，应该系啲小学生。哇，好刺激啊！哇，我睇到都好兴奋啊，好想快啲玩啊，好刺激啊！好啦，因為咧我哋咧要等個半鐘咧先可以玩到呢個嘅賽車啦，咁所以咧唔係係呢個高卡車啦，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去掟斧頭啦，係啦，呢度去掟斧頭，咁我哋就租咗兩個斧頭啦，大概30零蚊到，咁咧就睇下可唔可以輪流玩咯，係啦，咁啊我哋玩咗先。咁個遊戲咧就係要一齊掟啦，咁因為嗰啲斧頭咧係真嘅，你睇下真係好鋭嘅，咁所以如果要掟嘅時候就一齊掟，執嘅時候就一齊執，如果唔係咧，其實真係好危險咁樣咯。重唔重啊？想問。我覺得藍色的位置是沒有關係的，有關係的嗎？都沒有啊。
力會即係容易識岸啲。哦。佢哋大概玩咗45分鐘咧，我都偷雞咧玩多幾分鐘，咁啊打卡都好啊。好緊張啊！我而家心跳加速啊，就嚟輪到我哋啦。你嘅心情點啊？我緊張心跳加速啊，因為係咁聽住嗰啲聲咧，聽咗成粒鐘啊。最快嗰個係咪19秒啊？19秒幾啦，跟住係咁聽住啲漂移嘅聲同埋啲撞嘅聲。係啊，雖然係好緊張，但我真係好想玩啊！好耐冇玩過啦。好啦，我哋陣間去玩啦，預備我哋嘅裝備 GoPro， 影低我哋嘅罪行。準備好啦。最慢嗰個嚟噶，有三次，睇下邊個最快。好啦，第二 round 又嚟啦，第一 round 輸咗，第二 round 希望進步啲啦。好啦，我哋咧終於完成咗4樣賽事啦。Number one 係邊個話 ？Number one 係 Jason。哦 ，Number one 係 Jason， 第二個係 Cam Cam， 第三個係邊個？嚇？原來是你 Pretty， 第四名是不知道誰個，總之我最尾那個。但是呢我也很 enjoy 的，因為太久沒玩了，還有呢我們玩完之後隻手很累，手臂很累。那好啦，那我們下次再玩，是啦，下次見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歡這段片的朋友記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subscribe 他的 channel， thank you， subscribe 還有 like 我這段片。好啦，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